今天呢，讲盘前我要先恭贺一下我的会员，还有呢，看我节目的粉丝朋友们，你这段时间从七月底开始，王彤天天告诉你站在卖方不要追，17200以上是卖点。那时候全市场就王彤一个人讲这个话，到今天为止全数验证了。那今天还有人问我，老师你怎么看得懂？我现在必须要直接回答这位朋友，我看不懂我怎么当老师。这个是我讲的比较不客气的话，你以为王彤是跟别人一样胡说八道乱讲一通的？好啦，总归一句话，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手上我们 mark 现金，今天开始就是开始要逢低布局的时候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帮你正式解盘。如何快速加入至尊王彤老师的 LINE？ 方法一，利用下方说明点网址连接直接加入。方法二，搜寻 LINE 好友小老鼠 KING 5588。方法三，来电02-6630-3221，请专员为您服务。立即加入 LINE， 每日收看完整版精彩节目，免费索取铁粉好康哦。华大投资首席分析师特别有价值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大投资一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一号。